世勋到底怎么了？。世君，你知道结婚意味着什么吗？一个新的开始，开始一个新的生活。曼桢，我要离开龙台了。过去的我犹豫了太多，就像一盘死局，进退两难。人生只有一次，这一辈子千万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我们去找淑慧，去新的世界，开始我们新的生活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也爱你。